居恩家的条纹很厉害，越穿越瘦，里面都预留很多的空间。接下来你会冷，你可以搭发热衣，搭什么衣服？还有手刻意的做了一个大概快要盖住你的手部指甲的位置，有点小鸟依人。长度大小的话也不会让大家露到肚子咯。那这个颜色你不露是要搭黑裤、西裤或者是牛仔裤都很好看。一般的毛衣比较少做这种一朵一朵，大部分都是一些针织毛衣嘛，我相信大家就是比较常见的。但这种一朵一朵就有保暖效果，又有可爱的程度，极度大堂，很舒服，很亲肤，里面没有穿任何的衣服，都不会有那种刺刺、痒痒、扎扎的感觉。然后我说真的，我里面穿背心，我觉得已经很保暖了。会怕冷的人，其实你就自己在家就好了。我就这样简简单单就出门。